大家好，我是来自 Autocount 的 Alex。这次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 JCLY3 的 Smeemfo 老师。嗨，大家好。和来自 YYC 的 Jackie 老师。Hello， 大家好。主讲我们这次的全国 SAC 讲座会。这次讲座会的主题是 SAC 卷土重来，重新开始。这次的全国讲座会总共有13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包括了吉銮、JB、马六甲、吉隆坡、怡保、槟城、阿罗斯达、三打根、KK、古晋、斯吴、丹马鲁和关丹。除了两位老师的付出，我们在好几个城市都有一对的好有经验跟很专业的咨询团为大家当场解答 SSC 的疑问，希望大家踊跃出席这次非常难得的座谈会。SSC 卷土重来，重新开始。